各位进行线上，各位乡亲，大家好。咱进入今日再讲的题目是《枫洋葱》。枫洋葱，一只葱，用破袋夹袋弄，袋弄够是放够。你是来讲，哎，你是叶片呐？唔少唔大，因为枫洋葱出来的时间。大家在看哦，哎，你的新叶片，片形唔少唔烂，哈、哦。枫洋葱冻好大就该，又水又粗工的味素。哎，你大家吃爆炸之后，来到你嘴瓜旁下，熟工熟白，到你种的吃了。那你散呢？就该拍打拍，大家就该讲东讲北，讲南东北西。旁边呢，树莓啊，金莓豆，种的十里八，就该糖果小米米儿。现在把你家翁鸭子，你是能认作哟。你看到伊的哥哥老姐姐，就该对付洋葱。对人对人亲身自由初碰的地位独位暗默默给凤阳冲提出了一时间食材又贪难免了凤阳冲的食物也讲娘娘黏黏看起来当神奇谁呢是为那可以来让你做起来好是为变得一盏灯你是站在民族在上天白云讲的，就在看书哦，当神奇哈。大家到你按欢喜的反应的，你唯独来看欣赏来看各方演出。你是讲啊，按你的反应啊，会保持当强的。按你底下大你的用力跳，咪是在好地方，上厉害的。六幺下，韩国少韩国，韩国少到位数，像他用凤阳葱好烤，哎你会记得咯，哎你会发现，哎你老弟无起到强强的，水分一强，下摆哎你凤阳葱是做在你看下去，不然你直直顺顺看到凤阳葱，你是很爱睡觉，希望大家